我向大家对我的这个非常低劣的吉他技术表示深深的歉意。那不过我们这次呢，先不说吉他，我们说一下悠然子的这一套快拆系统。我觉得它有几个做得好的地方。第一，就是它的这一个开锁的这个键啊，我觉得还挺不错的，我很喜欢这么凸起来。然后在你锁进去之后，你看一下，我直接把它摁一下，它就拿下来，就非常的方便。那么另外一个呢，它就是锁上去之后可以看到，它这个适合于小的这种螺母，然后如果你需要用大的那种云台，它直接的那个大的那个螺口的话，你也可以把它选出来然后接着使用。或者呢，我们可以有很多这种云台，它其实呢是比较兼容的，你可以看到它这样子可以直接的锁住它，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又比较的兼容这种快拆，所以它我觉得它这一套的是挺方便的。但是呢，我觉得它还是有两个小小的缺点。那么第一个呢，其实它比第一代已经改进很多，就是它这个顺滑度，大家可以看到我这样子拿出来的话还是挺流畅的，但是在进去的时候呢，我只能通过这个尖的地方从这边进去。那有的时候呢，就会如果你这个位置对的不是特别准的话，你就会稍微有点阻滞感，像这样子的是吧？但是这个情况其实已经比这个公司当时他们寄给我的时候好很多。我记得第一次在使用这个的时候，那时候是很难很难把它憋进去我觉得它应该是这里这个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点呐、如果它这个点可以做成一个这种平斜过去的话，我觉得它下一代应该可以比较的顺滑一些。那么当你把这个盘的比较润滑的时候，当然也可以。那么另外一个呢，给大家来展示一下，就是我现在用的黑卡这上面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就是我魔改的。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，看看你们的观察力足够没有。有没有注意我这个魔改呢，就是用另外一个快拆板拆下来的这个东西，然后它这个是没有这么一个提手的，它这个的话就只能让你随身拿着一个硬币去掰。但是现在已经是无现金社会了嘛，所以的话我觉得还是有这么一个东西，把它可以临时的来选一下会更加的靠谱一点。那么这个的话你可以自己去加购或者是如果官方出第三代的时候，我觉得他们可以考虑一下把这个加进去除此之外呢，我觉得整体上来说这套系统还是非常的便利的，像之前你看到视频所看到的很多展示的画面一样，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小巧，然后呢还可靠性还挺高的这么一个快拆套件。好，那么本次的分享就到此结束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